Miss Mo 英文 show 毛孟靜。中文就說人家有懶音，英文也有的，其實譬如 TH 那些音 Thank you， 如果是三個月 3 months， 那個嘴很忙，其實就可以懶了它的 months M-U-N-T-S 炸底就可以了。穿衫的衫 clothes， 你可以就這樣 close 開衫那個 close 又可以的。還有一個字就是珠寶，有個正規的串法直接好像 jewelry 咁系嘛，好难读噶嘛。其实咧，佢哋嗰个懒音咧就系 jewelry 咁啊得噶啦 ，jew 吓 j o o l， 然后加 r y 就可以。咁最后一个咧就系 sausage， 香肠啊。你会话s a g e 就系 sage 噶嘛？点解会变咗 sausage 咧？就系呢啲平时嘅讲得多英文嘅人咧，就自己系咁讲噶啦。英文人就讲 sausage。Miss Mo 英文 show 毛孟靜 ，Miss Mo 英文 show 毛孟靜，好多时做嘢咧就谂住吓，都做噶啦，但系谂谂下都系唔好啦，咁吓，thought better of it 就通常是一定是 past tense 是过去式的，因为这件事你是想过做但终于决定不做而告诉人听，想想下都是不好、thought better 是好的方面想了呢就决定放弃，你譬如说 I was going to call him but thought better of it， 本来想着打电话给他的，想想下都是不好了。 I was going to confront him 面对面质询他的，But thought better of it 都是不好的。 Miss Mo 英文 show 毛孟靜， Miss Mo 英文 show 毛孟靜。很多时候人家有什么搞作呢就找埋你，你想答话咪如我，咪如我 Don't count meIn 数我的数的时候不要数我入去了，讲得详细一点就 Don't count me in on it， 在这件事上面就我不用理我的了，如果直接一点讲就是 count me out， 直接是将我计了出去，再如果是想着讲得是详尽的、I don't want to be a part of this，我呢就不想在这件事当中呢成为一部分啦。 I wouldn't want to be involved， 我不想是牵涉其中，都是全部是咪如我。 Miss Mo 英文 show 毛孟靜， Miss Mo 英文 show 毛孟靜。开门见山英文怎么说好呢？当然不是 open the door and see the mountain， 不是这样啦。最直接的就 let me be frank，容许我很坦白地说，即是直接地。Please could you get straight to the point， 就是直接单刀直入一个问题的核心，就不要在这里兜兜转转。又或者是he spoke without preamble，是 preamble 就是前言 forward， 那书里面的前言来的，就he said without preamble， 就是他没有之前讲的什么客气的说话，直接问 how old are you， he asked without preamble， 想说人家他是一个很开门见山的人，意思就是直率的人呢，就可以说他是 he's a forthcoming person。 Miss Mo 英文 show 毛孟靜，Miss Mo 英文 show 毛孟靜。每次去到选举咧，实有听到咩焦土策略吓？焦就系 scorched， 土就系 earth。咁原本系英文嚟嘅，系一个嗰啲即系战略上打仗嘅时候用嘅政策，就系啲敌人嚟咧我哋自己走啦，咁我就烧晒啲嘢，乜你都冇嘅吓，等你就你都喺呢度挨唔到落去。咁但系咧，就似乎喺香港嘅政治层面咧，焦土政策咧就更加似 quitting one's home territory while leaving behind various supplies。雞鴨我都留在這裡 For the enemy camp， 是留給對方的，
咁即係有自己揾自己笨嘅意思啦。唔單止係咁啊，仲係選己之餘咧，係利人。Miss Mo 英文 show 無慢症。Miss Mo 英文 show 無慢症。喺日常生活咧，同人哋讲嘢有阵时有啲说话单单打打咧，你就谂谂下，嘿，由得佢啦，忍咗佢啦，咁吓，呢一种咁嘅心理咧，个状态啊，可以讲话let it pass 或者系 let it slide 都得。譬如个例子 ，I didn't know what his last line was saying, but I let it pass。我就佢最后嗰句唔知讲咩，但系忍咗佢就算啦，唔使再理啊。That was a cheap shot, but I let it slide. 那個是一個很廉價的攻擊，所謂 cheap shot 就是譬如在背後向人開槍啊那些，又或者是人家最弱的一點，或者是根本是不公道的一種批評，都是 cheap shot 來的。那我忍他，由得他， I let it slide. Miss Mo 英文 show 無慢症。Miss Mo 英文 show 无慢症。广东话咧咪有句说话话讲嘢啊，咁吓，即系意思话佢系多余噶咯，讲埋啲即系无谓嘅嘢吓。英文就话 you stating the obvious， 即系好明显嘅嘢咧都要你吓懒陈述出嚟咁样系不必要嘅。咁另外一句就当然就系、是，且系咪阿妈系女人咯 ？And the Pope is Catholic。就話教宗咧就係天主教嘅，咁即係講嚟嘥氣啦，即係媽係女人啦嚇。另外嗰啲字眼當然有啊 ，nonsense 又或者係 BS 嗱，呢兩個係比較簡化咗嘅字，大家知咩事嘅嚇。咁當然仲有 a load of crap 係成堆垃圾 ，crap C R A P。Miss Mo 英文 show 無慢症。Miss Mo 英文 show 无慢症。广东话咧咪有句吓，猪乸会上树嘅，有少少性别歧视咯。点解系猪乸咧？系嘛零零舍舍啊？英文咧有句类似嘅，即系话唔信啊呢啲嘢会发生咧，就只猪都会飞啊吓 ，and pigs can fly。話豬都識得飛咁啊，即係呢件事係難以置信嘅啦。亦都可以講 ，and pigs will fly。話人做錯啲嘢咧，佢都應該後悔嘅。咁he will repent。佢會真係即係懺悔嚇。Yeah, right。即係都唔信佢嘅。And pigs can fly。就豬都會飛，豬乸會上樹。Miss Mo 英文 show 無慢症。Miss Mo。英文 show 无慢症。香港咧就周围都拆拆拆嘅，然后起起起吓，好多呢样嗰样嘅工程啊等等，咁啊时时有个字咧就系 demolish， 就系拆嘢啦。咁呢个字咧就系动词啦，名词英文系咩咧？就好多时会有人就咁写 demolishment。嗱，呢個字唔係唔存在，但係真係古字嚟，亦都係即係唔係咁通用嘅。講 demolition 會好啲 ，demolition。另一個就類似嘅情況嘅字咧，就係 abolish， 係取消。譬如話取消啊功能組別嚇 ，abolishment 咁啊，就 abolishment 都有呢個字嘅，但係真係亦都係古字係唔通用嘅。我哋比較多講咧係 abolition，demolition。另外有一個字咧，又係倡議，係 advocate， 係有好多人就一時間以為 to educate 咁樣咧就 education， 咁啊 to advocate 咧就advocation 唔得錯嘅，一定係講 advocacy 係名詞。Miss Mo 英文 show 無慢症。Miss Mo 英文 show 無慢症。嗱，我哋口語話，喂，稱下佢幾多斤糧先咁嚇，即係我哋中文就有打量，互相打量，嗰個量字都係啊，即係要量度下計一計嘅。英文咧就係用 measure 嗰個字嘅，都係咁講嘅。嗱，你睇呢句例句咧 ，We have taken each other's 乜嘢咧嚇 ，and are inclined to be nice to each other。
我哋互相打量过吓，亦都知道对方嘅斤两咧，就决定咧倾向啊，彼此都系大家即系 friend 啲咯。咁你话如果 A B C D measure measurement measures 或者 measurements， 究竟答案系边个咧？应该系 measure。咁但系 measure 唔系动词嚟嘅咩？我 measure 你咁系嘛？唔系啊，你喺呢一度咧 ，measure 系一个名词嚟嘅，呢个系比较特别嘅一个用法。记住咯吓 ，we take each other's measure。Miss Mo 英文 show 毛孟静 ，Miss Mo 英文 show 毛孟静。嗱，帮人睇水咧，又或者系即系。總之是有些危險的情況看水就會看著、你說沒事可以了 All clear、這個很多人都知道但另外有一句呢就是、The coast is clear Coast 是海岸為什麼無端端說海岸的呢、就話說呢以前就是、可能跟那些海盜有關、就是去、就是、撻人東西的時候也都有個說法呢就說、只不過以前呢是很多遠洋的輪船、就時時說見到那個 coast The coast is clear 即使我們是可以去了、又或者是已經成功離開了另外一個講法咧，就係啊，連莎士比亞都用上嘅。The coast is clear， 就話即係啲嘢睇得好清楚。咁總之，你如果第日睇啲電影啊、電視咧，有啲冰冰拆拆嗰啲場面咧，有人話 The coast is clear， 就直譯話海岸是啊清楚的咁樣譯啊，梗係錯噶啦。即係話好掂啊，你要做咩咧？而家就做啦，冇人睇到你，冇人喺度啊，咁意思。Miss Mo 英文 show 毛孟靜 Miss Mo 英文 show 毛孟靜有些名人呢就出名了一世到退休的时候呢就由高处退下就怎么说的呢可以说 It's always difficult to step from your pedestal你那个宝座 at the 乜嘢 of your fame咁意思梗係話，你最高峰嘅時候，明星最響嘅時候，退下咧係好難嘅。你揀邊個字好咧 ？At the peak, at the top, at the zenith, at the apex， 係個個字都得。總之都係話最高嗰尖端嗰度。Miss Mo 英文 show 毛孟靜。Miss Mo 英文 show 毛孟靜。就有時候被人騙呢人人家就問回你那你都信信了、就譬如說 The scam's been busted 有一個就是那些欺詐那些東西就已經被人家、就是、識穿了偵破了但是再問他 Now don't tell me you also fell for it 什麼為什麼會用 fail 的呢不是 fall 嗎、fail 是因為、這個咁樣嘅騙局咧，已經係俾人偵破，已經係過去咗嘅事。但係你以前咧係曾經都信過 ，you fell for it， 咁啊衰咗咯嚇。就所以記得啲咁樣嘅情況咧，係用過去式嘅。Miss Mo 英文 show 毛孟靜。D 100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